这个阶段你们刚刚可以看到，从缩时影片你们知道，我们做了几个定位的修改，啊，所以他的眼睛这个点跟这个点跟这个点，你看我们都没有把形，从外面刮起来啊，那这跟我们要的空气啊，它这样会这个的明度非常跟这个的明度跟这个的明度非常接近，然后这个明度跟这个明度非常接近，所以它产生了一个，我们知道哦。这个空气的理论，我最简单的一个方式来讲就是海跟天。如果你在大海远方看的时候，你就知道海天哦，它成一色。海天一色应该是自古就人家发现的，所以它明度跟色彩、色温都非常接近，就好比我们现在这样啊。但是你还是可以明显的看到形状啊。那这样的，我们就创造了一个海跟天它的转弯这样的一个错觉。所以这个转弯的错觉就像这是一个地球，这是一个空气啊，就是天空，所以你也产生了一个它转弯的错觉。那这样转弯错觉就并不是靠什么透视线啊，我们去把形状画出来都不是，而是靠我们的明度非常接近，色温呢它是补色，一个橘色呢一个蓝色呢，很明显的它非常明度非常接近，但是它还是形状跑出来。好，我们下一节再继续谈。